定要再过来麻烦哦。好，直接出面就好。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侯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哇，又到了每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时候哦，节目时间一到，孟凯就觉得说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最主要是可以跟所有大大小小的朋友在我们线上来做见面，而更重要的是每个礼拜来访问两位不同的来宾哦，透过两位不同的来宾深入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一个沟通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说哇，地方之所以为这类希望的好所在，都是真正有大家用共同努力打拼，积极认真进取，才让我们地方真的越变越好。所以孟凯真的觉得很难得，也很荣幸能够在地方一起为跟大家来努力打拼。那也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如果说觉得我们希望好所在这个节目不错的话呢，也不要吝啬的给予我们不管是留言分享或是按赞，或者是说来推荐更多的好朋友来观看咯。好，今天一样为您聊到哦，而且呢我们讲到是说，如果说在地方上什么样的这种撇开公部门，譬如说户政事务所啦，譬如说是这个地政事务所啦，这一些不谈以外啊，什么样的这个算是公家机关或是半公家机关，你会最常来去造访？其实现在我们新北市各区都陆陆续续有的叫做是运动中心哦，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因为运动中心真的是大家都喜欢强身健体去运动最好舒压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是我们淡水区的国民运动中心我们的执行长，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执行长是黄执行长，来来，黄执行长，你是不是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这个打声招呼？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永福。是我们黄永福黄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真的是非常难得了。哎，执行长先来给你清稿一下吼，一开始我们现在淡水国民运动中心2014年落成到现在这个使用人数的状况，还有说大家的回馈跟满意度如何？其实刚开始我们是9月才开始 open， 嗯，所以刚开始进入的时候就是淡水的特色，对，又冷又湿，风又大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句下半年度，对、哦、对，所以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一句话，就是说寒冷的冬天，温暖的淡水国民运动中心，从那时候开始、嗯、是，他、啊、那时候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人，大家也不晓得运动中心，所以我们从开始做我们的一个活动，嗯，就让它开始。它刚开始当然人不会很多了，但是每一年我看我们的记录哦，在五年呢、啊，这五年来一年大概有大概越来每一年的跳的人数越多。像去年我们大概将近900,000，嗯，那今年我们大概预计就会突破1,000,000的来客数，跟刚开始只有900,000的那个人是差很多，差非常多、嗯哦、你说一年100,000，艺术都是公平均365天一年嘛、嗯、那我们平均一天有3,000人，对对不 对？而且国民运动中心是一到日都是开放，对，有没有休管日？没有，我们一年只休息2天、嗯，除夕跟初一，除夕跟初一哦，这个一定要休息的。但是除了除夕跟初一以外，天天363天，天天都开放，都开放、哦、对，而且六日可能使用的人也很多，不同样的人，对，不同样的人，不同样的人，对，是，其实都是满的，对，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也再聊一下？是说，因为淡水国民运动中心，它其实在我们新市镇里面，也是在我们这个淡水区公所的旁边，对，哦，其实它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也随着居民越来越多。那随着这个生活机能越来越完善，其实陆陆续续当然有更多的民众来、嗯、其实使用率啊什么都更高啊、嗯、包括说旁边有一个大卖场、嗯哦、所以很完整的生活机能。对，不过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去过的话哦，来聊一下说，那我们淡水国民运动中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运动设备设施以及运动项目？基本上应该是该有的都有了，嗯，篮球啦，你想会搞的拢有啊。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好，大概有将近70位的地下停车场。对。然后上面有一个游泳池，
B 湾有一个游泳池，嗯、是50公尺七个水道标准诶，标准诶。哦，这奥运标准。不过呢，等多了，我准备也嘿。啊，再来二楼就是健身房，对，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健身房可以用的。那三楼就是有2个室内的篮球场，嗯，那再来四楼就是羽球场，羽球。那其实整个空间立体空间呢、啊，等于大概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有很多桌球啦、壁球啦，都是设计在里面。嗯，所以刚开始比较，我刚才讲说寒冷的冬天那个淡水，但是慢慢有一些人进来完了以后下雨，所以现在只要下雨天，嗯，我们里面的人就很多。哦。因为不受天气干扰，不受天气影响，大家都可以在室内尽情的挥洒汗水，对，对不 对？那尤其是刚刚我们黄执行长特别提到，是说包括停车场70位，所以你很方便，开车来也很舒服、哦、或者是说，其实坐大众交通工具，现在轻轨啦，轻轨哇，那个是太棒了，太方便，太棒，太棒了，对啊，对。那健身房里面器材也都是想得到的，你要练哪一个部位都有啦。胸肌屋、腹肌屋，没有错，没有错，都很方便。CIS, 那篮球场、羽球场、壁球、桌球，哎、欸，真的，连户外，我是不是因为孟凯也参加过几次活动啊？连户外都有那个攀岩的那个墙壁，会有攀岩，会有攀岩。嗯，而且淡水运动中心很特别，大家最喜欢就是外面的一大片草。草皮、啊、对草地 草地对对对非常好，可以办很多活动。我们记得那个时候有办音乐会啦，音乐会、中秋晚会啦，没错没错没错，都是在我们这个运动中心旁边的这个绿地上面来办哈、哦。傍晚的时候天气好，所有的居民、小孩子、嗯、家长都会在那个广场，嗯，跑来跑去，嗯哼哼，非常好。对，所以这是一个。根本就是我们所有淡水区的民众的一个最佳的假日休闲去处。对，好，哎、欸，真的是很难得。那黄永福执行长，我想这个您提到我们淡水国民运动中心，真的是这个嘴角都藏不住笑意。啊、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聊一下？是说，那当初怎么会因缘际会？因为这我们知道说，这个运动中心是新北市政府来盖好。场馆，那之后现在委托由民间企业这边来做一个营运，然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算不管是说是 BOT 也好 ，OT 也好 ，ROT 也好，反正总之就是现在托由我们这个民间企业这边以专业的角度来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啊，所以说让这个里面的设施啊、运用啊越来越活化它。您这怎么会走上说，然后来这个担任这样执行长的角色，你本身嘛爱运动嘛？其实我本身是辅仁大学体育系，是。那我一生就一个工作，就是在台北 YMCA， 嗯，那我们负责体育的一个活动。对，其实能够来淡水啊、喔，是一种我们讲说上帝的带领，嗯，走在那里。那时候我刚好是从台北 YMCA 有一个阶段，我们60岁退休，嗯哼。那个是有个阶段，戒龄退休，对，戒龄退休、哦、是。然后出来以后，我们刚好也是，应该是在信仰上了，就是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做啊、哦。那我们就集合，我们有一些以前在外面做过的人，然后刚好有个机会，这里有一个这个 case 要招标，那我们就来了。嗯嗯嗯。就来的时候。当中我们就是很依据，因为我以前是在台北外面接到40年，对，然后我的前一个来这里的前一个公司在北投运动中心当执行长，嗯，所以我第一个运动中心的工作是在北投，嗯，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一些以前的教练，然后集合起来，我们就在这里标。那当然这个标的过程，最后那个主席。在问我们说，以后会跟我一直印象中记得这一句话说，跟 YMCA 会不会有关系？对，我那时候回答说，我们就是 YMCA 的种子，嗯，一粒种子。所以这种子真的，那时候我们学说那个出埃及记，你知道吗？啊，摩西带那个出来，对，旷野
去找一个迦南地，我们那时候就把淡水当成一个迦南地，嗯，没有想到我们真的是飙到了，对，这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只是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期望要来这里，所以这个种子 YMCA 这一种子都在这里。那我们所有的种子，这平常种子就是从栽种、浇灌、长，这是五年，就是大概就这样子。嗯哼。那我们把 YMCA 以前有的，比如体适能、游泳、户外，还有那个国际关系，我们这个很特别，是我们有那个国际交流，嗯，是别的运动中心大概没有的。是。还有指导员的培训，还有设计营造，这些全部坐在这里。刚开始很辛苦了。对。我记得当时飙到的时候来这里看，啊，这个荒凉，那么一片荒凉，鸟不生蛋。所以，但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淡水新市镇，对，就是新市镇。那站在那里就看过去，就是一片海，没有几栋建筑物，就是荒凉一片。对，2014那时候了。对。那我们之前两年，我们那时候就飙到了。对。那来那时候。来的时候，然后慢慢开始，所以那时候我们大概只有水公园旁边一栋，嗯，还有那时候那个区公所也是同时在盖，是跟那个家乐福是三栋都同时在盖，所以几乎同时落成，嗯，所以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一种 mission，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那个我们叫做福音呐、啊、，good news， 能够传到淡水来。对，就是在这一块地，然后这个迦南地就是弄，刚开始当然很辛苦了、啊，什么东西都是从头来，没错。所以那时候我会特别感谢王志成先生，嗯，我们部家董事长了、啊，因为觉得我们的先生会比较 close， 是，他帮助我们很多，我们有很多困难，他帮我们排解，才会比较顺利，嗯，所以到今天五年，所以到今天。今年我们大家很期待，就是说今年会突破莱克数100万人、哦，这是一个当初那个朱市长朱立伦朱市长，对对对，那也很傻，不，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家看到是淡水，但是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有 YMCA 的一个 base， 然后在这里还有当地人的一起合作，嗯哼，还有特别我们很希望这里的小龙。对，所以再来未来的一个，等一下我会讲说未来我们要怎么样提升淡水这边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品质，嗯，我们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期待。对，是，其实字里行间啊，看得出来我们黄执行长真的对过去可能五年十年的这样五年七年的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哦，好像就像昨天才发生，对对对，到现在深刻。但是现在开枝散叶啦，我们常讲是说开枝散叶，真的是一个把一个 mission 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感，然后来我们淡水，然后变成是现在落叶生根哦，到现在变成是我们新市镇所有居民最不可或缺的一个这个运动中心。对哦，我想你了不起去户政事务所哈，会去区公所，大部分都是要么就生小朋友。哦，要么就是要办这个户口名簿掉了，你久久才去一次，但是你可能每个礼拜都要去往国运动中心报道。对，您自己怎么看这个 know how？ 您刚才有讲是说个要突破每年都成长人数嘛，那尤其是今年要突破100万，那您也讲到是说当初有这个 YMCA 的这样背景哦，然后所以说这社区营造啦等等都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中间的美感在哪里？那你刚刚说你做起来这得心应手。其实我们做两个，一个就是健康促进，对，从水从运动，特别在篮球场，嗯，我们刚开始篮球场没有人，哦，那时候我们是看到我们这里有很特别的，我们周围啊大概有六所大学，对，从那边有六所大学，六所大学都人家都不会来，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刚才讲说我们办联赛，联赛不是你要有很好的一个什么什么 pro 的那个，不是，只要系代表，嗯，系队就可以，因为系队，所以很多人都来，我们也给提供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条件，让他们都来，嗯，所以先大专生进来，哦，当然进来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季节，对，季比赛这个联赛，
这个东西。嗯，第二个我们这里是因为我们本身 NOAA 这个时候我们从 Kids 小孩子的 program 是什么、嗯、哼 Family 家庭的活动是什么、嗯、Community 这是 YMC 的三个 Kids Family Community， 对，我们从这个大方向去求他们所需要的、嗯、哼，到最后到去年11月吧，开始我们长者，嗯，就是长照的人，长者这些人，银发族的，银发族，嗯，进来了，然后进来，那当然这是得到那个政府的一个政策，卫福部的那个 support， 65岁以上的，嗯，当然每一天65岁在我们那边游泳的人很多了，对，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这是国家政策，政府盖一栋这个大概5亿，嗯。他不是要让你拿来赚钱的，对，他是要让来服务的，来回馈的，回馈的、嗯。所以我们对这一些做得很好、嗯，我们一直在改进。对，那当然最主要，以前我在 YMCA know-how 这种东西绝对不是在 local， 嗯哼，一定是要从国外进来。嗯，那以前在 YMCA 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 organize， 所以我们刚开始游泳。我觉得这一生做最大最好，也不是自己做最，但是游泳，嗯，从游泳的设立，然后把游泳的教学变成一个产业，现在的一个产业，让大家重视，所以我觉得是游泳本身就是健康跟安全，对，这两个做好，我就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这里是。还有我们来到淡水又靠海、嗯、哼，所以今年我们的海洋教育会做的很多、哦嗯、是 Marine Sports 这个东西、嗯、以前在游泳池就是都够底嘛，对，那怎么去到海洋就是不够底又有海浪怎么去体验、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是、再来是我们现在那个就是、啊、北海岸像那个青山瀑布，嗯哼，青山瀑布那个溯溪非常好，嗯，所以水的教育，我们从平静水域到 open water， 这些都是刚好，我是觉得上帝带领我们来淡水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从看海，嗯，然后再慢慢再做，那现在再从跟那什么小龙，嗯哼，在一起，然后看这边的一个活动文化，在做这边，非常高兴，对。其实听得出来，就像我们台湾常常就讲，就是说台湾四面都环海啊，这随便我们随时随地想要去海边，尤其是在我们北海岸地区，真的很方便啊。哦，但是我们的孩童也好，我们的民众也好，好像对于说水上运动、水上活动，好像没有那么的热衷，或是没有那么的方便亲近。所以说，刚刚有这个黄执行长这边特别提到，国民运动中心的这个宗旨跟使命，也有一些方向，就是要从室内的水运动到室外的水运动都来做一个整合。对，哇，这真的是不简单啊！今天为您访问到是我们淡水区国民运动中心，我们黄永福黄执行长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从2012年开始这个筹备新建到落成，以及到现在2019年即将迈入来客人数100万的这个突破，哎、欸，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里程碑哦。因为可能100万之后就差不多到最大使用量哦，那之后你说要再增加，除非说腹地要再增加，或是说我们的这个运动项目器材，不过腹地没增加你也很难啦。今天特别要讲一个，我刚开始想说淡水新市镇，嗯，刚开始对新市镇没有感觉，对，那像现在会有感觉，嗯。因为来的人，我们是说淡水的人，就是原住民。对，从外面到新市镇住的人叫新住民。啊，哦，形形色色，都有，而且热心。听说好像比以前增加到6000个人。嗯，那现在我们刚开始来，从没有建筑物，对，到有建筑物，然后到开始有建筑物，没有灯，对，那现在有建筑物，里面也有灯，对。就这样看，其实我们也只是提供一个，就是 know how 好的一个 service， 那这个是跟我们的信仰都有关系的，在以前我们这些信仰都有关系、嗯，所以我觉得是相当好、相当好的一个 sample。所以说我们这样海洋教育，
对，我们以这里为主，我们会把这个 good news 分享给我们其他的，还有十二个运动中心。嗯，他们新北市啊，对，还有十二个运动中心，他们只要把人带到这里，他就可以享受这里的海洋。是独木舟啦 ，skin diving 啊，嗯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里最主要的。那黄执行长，最后节目时间的关系，不过我想您也有很多的想法，是想要从过去走一路走过来到现在，对未来的想象，我们淡水国民运动中心还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计划？是不是也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除了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海洋的运动以外，好不好？其实最主要是健康，健康是最重要。对，还有现在要怎么改变那个，就是那个生活的 lifestyle。嗯哼，还有 love the quality 呀。我们今年会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餐厅，会结合我们的小龙哦，我们的 coffee shop。嗯，所以我们这里的萤火族在白天会有很好的地方，它可以 social 的一个地方。吃的东西，我们大概就会用当地的那个有机的一个农产品一起合作，来源就是从在地的小在地，对对对对对，是。那一方面也是回馈给我们在地的这个年轻的农夫，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的运动的族群里面吃到最在地的、最健康的、最有机的、最节能减碳的食物。还有我们的咖啡厅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会跟那个我们叫做 QP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这个他。我们现在将来的咖啡厅卖的不只是咖啡，我们是在卖咖啡文化。哦，是，很有意思。我听那个叶先生，他现在还是在这里当教授，是，听他讲故事，咖啡的故事实在是听不完，非常好。所以那个环境会有一个，就是说喝咖啡，你要知道咖啡是什么，不只是喝咖啡，对，很有意思。所以我在想，我们未来将来就是，竟然会有善计的，我们叫做团结青年同志，是发扬基督精神，培养健全人格，建立美满社会。第二个就是非以一人乃以一人，这是从圣经上里面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就讲求我们来是要服务别人的。对。第四个，明日领袖，今日平阳，那个才重要。所以我很高兴我们有六个大学，然后现在是跟淡江，所以我们就 USR 这个东西会从大学生里面，以前我在台北 YMCA 也都是大专生，还成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里也是会一样。我是希望是在淡水新市镇，这是新的市镇，我们从规划硬体，然后那个人的来这边的一个生活品质，让他们在这里是会生活非常愉快。确实，哇，这真的是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最大的使命跟责任，都是荷兰周边的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体魄、更好的精神、更好的文化。重点其实就像刚刚我们黄执行长讲的，就是更好的 lifestyle。对，哦，一个整个身体、肉体上、身心灵上面的全面提升，然后自我要求。对，哦，还是 YMG， 我们叫三角形啊。对 ，spirit my body， 都要能够均衡的发展。对，新市镇有这个条件。对。因为其实观念啊，或者说我们现在一般年轻的朋友，其实慢慢可以接受。以前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是错误哎，哦，对不对？那是错误。因为起码真正撸翘的人，还是说撸有运动效率、工作效率的，都是最爱运动的，对，对不对？然后，而且真的是你，不管是打壁球、打桌球，其实很多的这个运动文化，你都会一样，就是多一样乐趣。哎，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个话题。最近，再补充，最近我们任阳，我们有两个网球场，对，在那个海边，从里面可以看得到是改变。对，我从他们的 LINE 比时间那个，我们大概有六十几个人在那网球场上，他们竟然。他们的 LINE 是用英文写哦，你就会觉得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国外哦，也有国外留学或是工作，工作不是再回来这边定居。了解啊，他们不会写中文，所以但是
还有那么多人他能够用英文去沟通，是很好。对，今天很感谢，我们节目时间关系，不过淡水国民运动中心绝对是值得您好好的去体验跟了解还有接触学习。我们再次感谢我们黄永福黄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